可以看到，现在绿营在立法院呢，哎，内部呢杯葛意识，场外呢找了侧翼来高喊反黑箱，但是哪里黑箱了？就像刚刚志祥讲的，过去 ECFA 的时候，服贸的时候开了多少公听会，还不是被你扣一个黑箱的帽子？好了，陈玉珍就点出了说啊，这个民进党呢用议事拖延，一个案子就要表决八次，然后一条条文就可以耗一个小时。昨天韩国瑜多次宣布要协商，结果柯建铭说，哎呦，他身体不舒服啦，然后呢请绿委来出席也不来啦。然后呢，让绿营讲话也不讲话，痛批绿营根本就是啊，这个叫做巨婴在恶意的搞破坏吗？过去柯建铭不是跟这个马英九喊话说，哎，马英九你要尊重国会呀，应该要到立法院报告，即问即答呀。然后呢，这个担任立委的时候的林佳龙跟顾立雄不都说，立法院要有行使监督的完整权利，官员备询如果拒绝配合或是虚伪陈述，应该要处以罚锾吗？所以现在明明在野党看起来好像是要帮以前的民进党圆梦了，不是吗？那圆梦不好吗？那今天的民进党到底在反对什么来着呢？丁伟，我想还是要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啊。其实这阵子很多人都关心我们到底有没有受伤，到底立法院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要跟大家特别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在这第一场就希望能够拿下国会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真的感到无力感。你还记得吗？你在大声什么？叫什么叫？要比大声，我不会输你。受害者就在我旁边，我学姐。苏贞昌这样子对他，刚刚有说骂都算还好，但是当你面对你在要资料拿不到资料，要资料全部都是密等，要资料他会故意跟你拖延，甚至就说没有一百二五六，你完全拿他没辙。其实我是觉得很感叹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休息的时候十二点半，我们被召集起来要一起走回去中心大楼，为什么要一起走？因为提醒我们走回去的过程会经过马路，怕被攻击。其实我当下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无奈，政治立场不同的支持者没关系，但是我搞得好像我是过街老鼠，我搞得好像我是贪污，好像对不起整个社会。我在这一场我在干嘛？我要的这个国会改革未来也是所有的在野党都可以使用，哪怕民众党执政，哪怕国民党在执政，民进党会拥有这一个对抗执政党的武器，来平衡，来监督，让所有执政贪污的成本加大，这才是我们在争取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当下有一种无力感？我忙了这么多天，我坦白讲，我也蛮想家的，很想回家，就要走出去的时候还被提醒可能会被攻击。我觉得这一幕让我觉得心情是非常难堪的。那我必须跟大家讲，真的是一路我们被打着进来，所以民进党走到现在，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必须讲沉重的话。我也觉得学姐有时候真的是讲真话，我们真的需要真话。民进党会走到这一步，坦白讲，国民党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点：包庇、妥协、心软。我不是说我们要多强硬，我不是说我们要攻击他们，但是面对着每一条我们逐条在发言的时候，我一直在讲，民进党一直上台讲，都不逐条讨论，然后他每一条在讨论第一条，他就跟你骂 A 骂 B， 他永远不会去骂这个条文。我说我们要上去论述，虽然我们没有登记，但是民进党一直叫嚣你上来啊，你上来，因为他知道他要的是拖延时间，多一个人上台就多一个人可以让他拖延时间，我们符合他的需求，他愿意给我们。可是当时我跟所有的坦白讲党团的人讲说，我们要去论述，这个论述不是讲给民进党听，而是讲给所有的媒体在转播的时候，所有网络关心的人知道，我们不是被压着，我们不是因为在做坏事我们不敢发言。可是当下都告诉我，算了，我们表决赢就好。我们真的赢了吗？对不起，我还是觉得看起来是赢了面子输了理智。因为为什么你表决赢了，可是有一些明星还是被牵动了。我翻了好多好多对我攻击留言的一些言论，有一些不乏是真的之前支持我们的，我开始误解了，那这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所以我一直希望国民党应该要硬起来的去论述，去说服，去告诉民众。我坦白，我心声我真的吓到。为什么？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有排队一定没事，就真的当着我的面，剩十分钟，直接用撞的进来。我卡在门口，庄瑞雄直接给我三拳。我事后问他：“你为什么要打我？”“啊，你有动了啊？啊，你有懒惰啊？爱爬、啊？”我不懂，一个立委这样对我说话，我当然我很强力的我去跟他询问啊。可是现在变成我去找他讨言，我去找他讨论都不行。我找他讨论，他们就说我是流氓，我都还没动手嘞。那你看着这一幕幕、一幕幕发生在你眼前，我才知道，哇，这真的是吃人的社会，吃人的立法院。但我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国会改革目的就只是希望能够让执政党在贪污腐弊的时候能够强力的被揭露，我们才有机会为大家除弊在心里。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会找无关紧要的人来做什么国会听证询问。就像我们想知道王八千到底有没有租八千，有没有共用马桶，但他无关公堂，无关公务，我们不可能去传唤这一类事情。我们的法律也不允许的。对对。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